五，都是已经夸大了。这个也是大佬，银矿都还算大佬，我的天。银矿大佬。还有什么东西啊？还缺什么？还缺什么？哦，麦克雷，这是最过分的麦克雷。我是 Soldier， 正在确定 Maximilian 的位置。好吧，给我几秒钟。麦克雷是真的过分。Maximilian 躲进了唐朗伯蒂科鸟球场，正在发送具体位置。哇，这个球有点……在那里破坏球不是很好，现在，我们输出。这是运输机来的。停下。我感觉好有意思哦，各种神奇组合都可以。组合也太奇了，可以看到各种魔性的组合。先不说射速慢，伤害不够。呸！然后你就奶不动了。然后我也奶不动。Max 进入酿酒厂之后，就追踪不到他的位置了。他们把整座建筑都封闭了起来，没有卫星信号，做好一切准备。这里是这个球，这个球，好大颗。核冲击启动。下。上机。声大点，快点射杀者。那位老师还不说。啊！没了，这么快！老鼠边上有炸弹，他过来的时候就踩了。哦，我懂了，球它的它可以放个炸弹的。逃不掉的。哎，他这个南瓜皮肤也好看。我建议你们站在上后方。必须奉陪我们的队友。这，洗脸过来。这，站在群上后方。有情况，队友。一位队友需要复活。他们把酿酒厂封锁起来了，坚持一下，我来想办法。大量黑爪士兵在向你们的位置接近。我建议你们站在屏障后方。提高警惕，有伴儿。谢谢。别动。狙击手。麦克雷要气死了，他刚闪了那些人，然后被我直接全部击了下去。都占了啊！好啊，敌人从上面下来了。防御模式，
阵启动，还有我。一定会有需要的人。我吐了，这麦克。哎呦！我受损严重，你系统正在重新启动。等等，麦克雷开大把这个重装机兵给秒了。把自己藏在海港要塞吗？嗯。你们的位置附近有一辆装满炸药的卡车，可以打半条线，你们可以利用它进入海港要塞。如果拉满。枪法好，你这些走位已经把我的奶全走完了。放弃，怕来袭。啊！形成一条消失了。站在顶上后方，停止抵抗。这么相信我的奶，简直他妈站在车上站着打。啊！天哪，没吸好。按什么键说到这里集合 ？C。有一个集，在那个右下角。Let's see。哎呦，这。这样子，你他妈的顶不住。王这 BB
我还可以再撑一下。时间快到了，谁去让卡车动起来？来个，你可以回去加油。哇哦，这球可以啊！这种骚组合打过去了，我惊了。对，好骚啊！我看一下分数多少。他们要看雷查了什么鸡巴人数，就他妈比我多一个，我傻掉了。哇 ，OK， 不打了，不，嗯，这个传奇打过就不用再打了。